怎么样练习站桩才能越练越想练？那么首先下盘必须得有力量，下盘的力量不是肌肉的力量，而是内劲的力量。今天我教大家练内劲。首先呢，我们两脚打开，两脚里侧呢与两肩外侧同宽，放到这个地方之后呢，我们形成双手抱圆。假如说我两手啊抱着一个大球，我抱着大球之后呢，我把这个大球啊搂在我身体里面，那么我上面是不是重了？然后我让上面这个重呢往下沉，让两腿去支撑住它。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两腿会非常的稳，然后你左右摇拿着大球左右晃，哎，你就会发现两腿越来越稳。这个时候你下盘的劲力啊就得到了充分的提升，上面呢就会非常的松沉，然后你闭上眼睛慢慢享受，越来越舒服。想把站桩学会，关注也要收藏。